来吃个福袋。鬼椒面，第一次吃这个东西，哎呀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然后我把这个酱料倒进去。我已经闻到那个辣味了。我已经在喷口水了，天哪！停下！把东西抓起来，抓起来！我已经很紧张了，我已经连话都说不清了。现在正式开始，我先吃一大口。我不是看网上都说这个是后劲比较大吗？我这个怎么一进嘴巴就开始爆发？这个辣味就已经扑面而来，可能是我没有搅拌均匀。
吃过最辣的东西，嘴唇已经没有什么知觉了，姐妹们，我可能要宣告失败了。奉劝各位姐妹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尝试，真的不是普通人能够去承受的这个辣度。宣告失败，再见。